圈明星基本上都有自己的生意公司或生意人，由于他们的作业资源和不高，会有专门的人担任，这样演员或歌手只需要把自己的作业做好就行了。许多成功演员的背面都有很凶猛的生意人，超卓的生意人知道怎样捧红明星，可是也有不靠生意人就大红的明星。接下来就跟小编来了解一下这几位没有生意人的明星，个个都是很凶猛的。首要说的是刘敏涛，许多人知道他都是经过伪装者、琅琊榜等电视剧，他在剧中的扮演感动了许多观众，应该算是一个大器晚成的女演员。她十分低沉，出演的戏曲也不是许多，一向不温不火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据网友爆料，她早前曾自曝自己没有生意人，不过她的演技在业界是取得认可的，所以也有不少剧本找到他，并不是没有生意人为他打理工作才让他出演的著作少，而是他在挑选剧本和人物时十分仔细，一定要能把一个人物演好才会去接戏，这关于有生意人束缚的演员来说是很难幻想的。可是正是他的敬业，就算没有生意人，他的演技也能让观众发现他。据网友爆料，金星也没有生意人，他是舞蹈演员时自己创建舞团，他成为脱口秀主持人，一切作业上的工作都是金星自己处理的。关于为什么没有生意人这个问题，记住金星曾说过，咱们的牌不算大，咱们的智商也足够用。不过也有网友猜想，金星之所以没有生意人，姑娘是没人能当得了她的生意人。金星是圈里有名的有特性的明星，尤其是她的毒舌更是让人敬畏，若是有生意人，哪个当地不合她的意，姑娘的被骂得出言不逊，让人想起电影川普拉达的女王里的女魔头形象。所以说金星上榜能了解，最终一位明星没有生意人就很让人惊讶了。他就是人气小生白敬亭，他的著作尽管不是许多，可是他的人气却很高。听说他也没有生意人，更没有签约任何一家生意公司，不过有传他的一切业务都由他的表哥担任，他只需做好自己的事就好了。这样看来他的表哥还挺凶猛的，许多人说这样对白敬亭来说还挺好的，这样他能有更多的自在。